你好，我是雅蒂斯，这是阴阳能量疗愈睡眠冥想。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两股能量，没有性别的区分，只有阳性与阴性的区分。拥有很好的阳性能量，能帮助你更加勇敢自信，去追求你心中所想，达到个人的成就。阴性能量则让你拥有更好的直觉，使你能够聆听内在的智慧，在生活上更顺流，也能与周遭的人和谐的相处。这个冥想帮助你去平衡内在这两股力量，使你的人生能够更加顺流的前进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躺在床上，调整到一个舒适的姿势，感受到被子安稳地停留在你的身上。感受到肌肤接触着被子，柔软、舒服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安心、放松地聆听，只是专注自己的感受，感受到床垫支撑着你的背部、你的肩膀。在这里，没有什么事情还需要思考，一整天的时间，白天所有事情都过去了。现在，只是让自己放松下来。当你越放松，效果越好。过程中，如果想睡，允许自己深深的熟睡。潜意识总是在聆听。如果此刻你还没闭上眼睛，可以让自己轻轻的闭上。随着你闭上，感受到身体有一阵放松的浪潮，由眼睛传送到全身，放松。让自己深呼吸三次，吸气，感受气息流入你的身体，呼气，感受气息流出，放松。气息在体内流动，抚慰着身体内在的每一处，真的使你的身体很好的稳定下来。再次呼吸，吸气，气息流入，呼气，气息流出，放松。很好，当身体放松，内在的精神更容易放松。
次呼吸都能够引导你感觉放下更多，放松身体，任何外在的声音都已经没办法再干扰你。你唯一有兴趣是这个声音，因为这个声音能够引导你得到更多帮助，也能协助你轻松的入睡。所有想法都让他们离开，无论今天发生什么，到这里都即将结束。只是允许自己放松聆听。或许你知道，也或许你不知道，声音能够很好的陪伴，无意识带领转变。而有意识的你，只需要允许自己放松，很好的放松下来。当你放松，你会发现或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私人的神圣疗愈空间。这是一间美丽的神圣屋子，四处种满美丽的植物和花朵。你可以在这里环顾四周，这里充满美丽而温和的光芒。在这个地方，你会体验到完美的平和与和谐的感受，完全可以真正放松休息的地方。这里充满宁静、祥和、和平与喜悦，感受这里的氛围。当你一边走着一边看，你会发现一个适合躺下的地方。是一个美丽柔软的垫子和床铺或是沙发。你走到那里，轻轻地躺下，你知道，只是在这里放松地躺着，也能有很好的疗愈。舒适地躺着，感受一下这里的感觉如何。或许有看见，没看见，都没有关系。这里充满温柔的能量，感受到一个光球迎向你而来。如果你是女生，你可能感受到这个光球充满力量与创造力。如果你是男生，